Yo, what's up？ 我是咸蛋，之前同大家讲过话要分享 Supreme 嘅最新单品，今个礼拜就是 Supreme 2017 Fall Winter 第三个礼拜嘅单品喺度啦。究竟有啲咩正嘢咧？作為一個舞師，梗係率先要同大家講下帽啦。我頭戴呢一頂咧就叫 Wash Nylon Cam Cap， 呢一個質地摸落去滑溜溜之外咧，佢係洗過水嘅一啲尼龍啦，再加埋佢個 box 嘅旁邊呢啲叫 thick patch。咁另外當然唔少得大師啦，呢、這、一個 Mark Gonzalez 畫咗個 ram 頭之後咧，呢一頂頭全部都係頭，將啲浮誇朋友仔可以拎佢翻屋企啦。T 恤款方面咧，睇啦，呢一件咧比較容易入口啲、容易入手啲嘅細 box logo 咧，低調嘅朋友啊中意啦，都係 cotton， 但呢個係豬地，即係嗰啲 polo shirt 嗰啲咧。咁我覺得粉色啊、peach 色咧，絕對係男士應該嘗試嘅顏色嚟嘅。另外一件都係豬地，都主人夾班啊，呢件係長袖嘅，心口咧你會見到好多 Supreme 字啦，好多隻顏色，你自己去揀啦。呢一件咧就係、是、比較校園風少少嘅 two tone half zip， 中意啲美式風格啊 casual 啲嘅朋友仔可以諗下，呢啲都幾易入手嘅。其實喺30多度嘅氣温同大家分享一啲褸咧，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嚟嘅。咁呢一件褸咧，你會見到，咦，好似好多 layer 喎。呢一件牛仔褸咧，你疑似裡面會見到有件 hoodie， 咁啊大條領嗰度直情係登心用添，好有嗰啲80年代啲。校園風格嘅，今個禮拜褸款咧重點推介啦，因為點解咧？本人就好中意豹紋嘅，同 Supreme 一樣啦。基本上每一季佢哋都會彈一啲豹紋嘅款式出嚟嘅。呢一件就係咁樣著又得，咁樣著又得嘅。Crew neck 絕對係 Supreme 狂迷嘅一定必定入手之作嚟嘅。最緊要就係質地厚啦，同埋再去係可以襟毛啦，同埋係要長青款式，心口有一個 All English 嘅 Supreme 字。其實近呢幾年多咗好多咧，中意 Supreme 嘅牌子，但係唔係中意佢啲衫嘅朋友嘅，因為佢哋中意佢啲咩咧？小物。今個禮拜呢一把刀仔係好多人都想要嘅，係一個幾好嘅用具嚟嘅，你去到邊都可以拎佢出嚟。呢一個波波係繼之前嘅沙灘波之後咧 ，Supreme 又一吹氣嘅作品。寂寞嘅男士背後梗係有啲吹氣嘅嘢㗎啦。呢一隻咧就係、是、概念，我懷疑係嚟自咧都係嗰套 Scarface 電影嘅。而呢一隻咧就喺、是、電影當中出現過一幕，就寫住 The world is yours, American dreams 咁樣嘅一個飛行船。每年 Nike 同埋 Supreme 都會聯成一對好特別嘅鞋出現，今季係咩嚟㗎咧？就係呢一對 Air Force 2嘅 Nike SB Air Force 2啦。1987年嘅時候推出咗呢個 Air Force 2嘅版本，到到2017年啦，屈指一算30年嘅時間，出咗呢個 SB 版本，專係為 Supreme 而設嘅鞋個 pat 寫住 World Famous， 咁而呢一度側邊咧白色嗰個位就加 Supreme 嘅字落去噶。今個禮拜我要呢樣嘅，咁究竟之後我又要啲咩咧？大家留意住 High Beast 啦～